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遇到你，没有你一点也不扎心，有了你凌乱我的神经。嘿嘿，我到底得罪了谁才遇到你，对的我没了脾气，烦透了你，又不管黑不不靠近。我不像你，谁像你，让谁想去。我谢谢你放过我，可不可以，我早已走投无理，我开始怀疑人生，可为什么偏偏爱上了你。我不想跳进你的坑里再逃不出去，我的心不欢迎你，可偏偏我和你有了一种奇怪的默契。行了，可儿，来埃及也不告诉我。是我自己想来的，只能说很多事情都不在计划里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霍斌给我打电话，他不认识你的朋友，也不知道你住在哪儿。霍斌，我没事儿，我已经好多了，就是有点头疼。那不行，还是要留下来住院观察一天吧。不要了吧，我不太喜欢待在医院，我想回家。我呀，真是拗不过你。你酒精过敏，以后就别喝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人才不怕考验是吧？那就别怪我把考核升级。我的助理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就看你能力够不够了。哎，我到了。可儿，你住这儿啊？哦，我一个大学同学住在这儿，他邀请我过来住几天。这房子的主人怎么了？没事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来一趟，哎，走吧。什么？莫名其妙。刚才有两个人在外面偷拍胡静呢。他那些疯狂粉丝又来了。
他有粉丝啊，你不知道吧？他可是名人。天哪，你这个海龟都不接地气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啊，过来。他是这么厉害的赛车手啊，太酷了！网上疯传的叛逆女王，好不好？哇塞，他可比我红哎，只是他不想出名。他的粉丝最大的遗憾就是，能拍到他的视频太少了，所以天天过来偷拍。啊，可是，这样偷拍很不尊重人家隐私的。信息时代，我东西怎么都被搬到这儿来了？胡斌，你可以把我调离爱情，但是你要给我一个理由。你要是拿什么因为看不惯我这样的理由，我不接受。理由？好，那我就给你个理由。是因为你工作没能力。你说你入职这些天，你干什么了？好，我告诉你我干什么了。时尚教主崔丹飞，粉丝量上千万。赛车手胡静，叛逆女王，网上所有关于她的视频都会被疯狂转载。氧气美女范甜甜，健身照走红网络，在直播平台教大家跳健康操，她的受关注度赶超明星。你给我看这些干嘛呀？这些是我锁定的海月新媒体接下来要签约的主播。你锁定？拜托，请你分清主次好不好？我是你的老板，你是我的助理，而不是左右我要签谁。我们昨晚不是说好的吗？以后你签的主播。我也要说了算的。昨天晚上游戏你也没赢啊，所以啊，你做的这些工作都没用，都属于无效工作。那你这样太不尊重我的成果了。受不了我这个老板，那你就走喽。让谁走啊？爸。董事长。啊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海月新媒体的员工都让你吵得差不多了。我能不来看看吗？他们干的不好，我当然要吵他们了。是员工干的不好，还是你这个当头的没干好啊？这是你做的签约主播的方案。啊，董事长。不错，挺好挺好。我看这是综合了人气、才气，还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。这个方案不错，好，就按你这个执行。具体的工作你来负责。谢谢董事长，我一定会努力完成，不让您失望的。那，好好干。你也是。哦，对了。你看，如果有优秀的员工，你也可以代表公司把他们招进来。啊，好。他这么能干，还招什么其他员工啊？就让他一个人包揽得了。哈哈，好。工作上的事呢，你们商量着办吧。啊，我还要去其他的部门看一看，你们忙吧。嗯。啊，董事长慢走。好，再见。行了，我要工作了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我还要再加一个签约。二次元少女于潇淼。你签他的理由是什么？很简单呐，他是一个非常有签约价值的主播。好啊，难得有一位不是因为霍总看他身材的主播，这个我也一起签了。好，
一个月之内四个主播，你顺利签下来之后就成为我们爱杰的正式员工，签不下来三个月的试用期都免了，一个月之后你自己卷铺盖走人。你就那么想让我走啊？哼，不是我想让你走，是我根本就没想让你留下来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你一个特别棒的消息，我成功了。什么事成功了？以后他霍斌签的所有的主播都要我唐可儿来决定。你来选主播？真的？嗯，那我做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把你还有胡静、范甜甜全部都签来爱杰当主播。那我第一个支持你。好嘞，这个呢是我昨天熬夜做出来的合同，来吧，赶紧的签上你的大名，爱杰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也太有效率了，我马上就签。哎，亲爱的啊，我接个电话，稍等啊。马到成功，回头得好好气气霍斌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是，啊，新的直播公司啊，哦，签我，行，好的好的，我考虑考虑，嗯，嗯，可儿，嗯，那个合同我暂时签不了了，啊。刚才有一个电话给我，他说他是一个新的直播公司，今天要签我，而且给的条件特别优厚。可是爱杰是一个大公司，你先看一下合同吧，这个合同条件也特别好的。合同我会带回去看的，但是我想对比一下两家公司，他们的实力到底是什么样嘛，对吧？可是可儿，友情归友情，事业归事业，我总不能为了友情放弃事业吧？哎呀，我就是考虑考虑，对比一下，毕竟关系到我的前途，我也没说不签爱杰啊。好吧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这个合同你先拿回去看看，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商量的。没问题。又找我什么事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抢夺海月新媒体主动权的事儿啊！主要主控权在霍斌那儿，要也要不回来。我看啊，你也别犹豫了，不是你不想给海月创造产值，是霍华成他非用他的亲儿子，自己在外面成立直播公司，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要你点头，马上就可以运作起来。还是再缓缓吧。陆翔，现在可是进入直播经济最好的时候，错过了可就晚了。不要意气用事，像你爸当年那样。我已经物色了很多可以签约的主播，马上让公司和他们联系。签约的还顺利吗？耶，不顺利吧？我跟爱心吃饭去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签好的。
心的赛事。没想到他现在人气这么高，我要是能在赛事期间把他签下来的话，那一定会备受瞩目。我让你查米大夫工作室的病人记录，你查清楚了吗？黑客目前还无法侵入米大夫工作室的电脑。没用的东西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爸，你给我请了一个助理，那你是不是也应该问问我的意见呢？我也在努力，你就不能给我点时间？我会把工作做好的，我有我的方式。火斌，我是你的父亲，我也得用我的方式帮助你啊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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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火斌有没有和这个人在一起过？这个就是他的心理医生，给我查查是怎么回事。我可以说不帮你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爸爸偷税漏税的证据可还在我手上。啊，你们这四个美女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都签下来呀？菲菲，停电了怎么？对呀，好吓人啊！是不是跳闸了？去看看。嗯。这黑了吧唧的，怎么会跳闸呢？是的，刚刚还好好的，从来没有过。啊，出去看看，走吧，看看。嗯，这门好像在外面被锁上了。你别吓我。怎么可能从外面锁上？真的打不开了？怎么回事？吴静，你别吓人啊！那个门被反锁了。吴静，你这屋子里不会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吧？我这漂漂亮亮的小脸差点让你们给毁了。范甜甜，你要还想住在这里的话，就别开这种玩笑，一点儿都不好笑。他也是这儿的租客。天哪，这我宅男女神范甜甜是我的室友啊。哎呀，怎么了吗你们几个？我刚刚旅行回来，想跟各位室友开个无伤大雅的小玩笑。我免费提供鬼屋探险服务，还进行了实时直播，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。我看看你们几个的样子，笑死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在直播？对啊，围观人数没我想象的多。你把我没有打扮的样子直播到网上去了。哎，你是魏达人吧？你本人看起来
确实没微博那么好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给我把他删了！我的手机我做主，你说让我删我就删啊！你就不删就不删，你删不删就不删，我自己删！放手！干什么呀？你给我放手！别打了！给我手机！给我手机！没素质！小龟打，别再扔东西了。胡青，饶不了你！我会饶了你吗？给我让开！让我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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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！什么事儿？咱明天再说行不？赶紧回去睡个美容觉了啊，不然就不美了。今晚这事儿，我跟你没完。谁怕谁啊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这么聪明的话，到底是谁说的？哎呦喂，姚千月的范甜甜跟我住在一起，这多美好的事儿啊！啊，天哪，我怎么就摊了那么难搞的主啊？这唐恩可儿的这些窘状，我都已经给你截图了，回头我发给你，你可以去好好损损，出口恶气。哎，这不是那个时尚教主归达人吗？哦，他跟唐可儿住在一起，就上次那 party 是他陪着唐可儿一起来的。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叫胡静，无数宅男心中的知性女神范甜甜。范甜甜胡静？不会吧，他要签约的四个主播三个都是他室友，那我对他的考核是不是也太没难度了？没难度也测不出他这个得力助手的能力啊。你今天怎么没去签主播？友情提示你一点吧，于小淼下午3:30会出席汉服文化周的活动。你今儿怎么那么好，还特意告诉我他人在哪？信不信由你喽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件我一直特别疑惑的事儿。嗯，我小时候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我们两个几乎是形影不离。我印象中他
有点傻傻的，还很善良。有一天他就突然不见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我就去问我的亲戚啊朋友啊，他们都跟我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人，没有这回事儿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很孤单？不，应该说你现在也很孤单。哎，怎么回事 ？My God！ 怎么停电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去检查一下啊。不不不，不要走，我怕黑。怕黑啊？怎么样？不怕了吧？好多了，谢谢你，让你见笑了。看来啊，是老天爷不忍心让你这么辛苦，让咱们去吃个宵夜。走。好。怎么样，清楚了没？不就是签约的事吗？行了，你要我不签我就不签，我要的东西呢？哎呀，你这点小心思啊，答应过你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？我的最爱终于集齐了。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答应你了，那我就走了啊。你们两家是世交，所以关系本来就很好，他来找你聊聊天不是很正常吗？你都知道了。自从霍总把你加入我的签约名单，我就查过你们的关系。我知道他想让你为难我，让我知难而退。那你就等着吧。你我虽然知道于小姐是你故意安排给我的，但我也知道于小姐是个非常有潜力的主播，一旦可以签约成功的话，那对我们海月新媒体是非常有利的。霍总，我倒是要谢谢你给了我个这么好的主播人选。谢我也没用，你别想了，他是不可能跟你签约的。是吗？我觉得像于小姐这么聪明又有个性的女孩未必就会听你摆布啊，对吗于小姐？可儿，你觉得呢？要我觉得一定不会。对了，于小姐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，让你满意。好啊，我很期待。我的诚意还有很多，如果你想要看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。好啊。霍总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你为了赶可儿走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可儿是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吃了包子打了他，竟然敢顶撞我。不错，有个性，我喜欢。你喜欢也没用，你可是收了我手办的人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知道吗？你不可能跟他签约的，听到没有？我现在涨价了，一个手办可不行了。如果你想收买我的话，就看你接下来的诚意了。今天下午咱卖见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可没答应你啊，我很忙的。今天下午不见不散。哎，现在90后都是这个样子吗？这是我们公司新的合作名单。好的，我会呈交给董事会的。我已经成交上去了。董事长，这是陆总新选定的合作公司。有什么不妥吗？您看一下。您还要再点点什么吗？就刚才点的那些吧，暂时就这样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他这是搞什么名堂，竟然联合外面的公司黑自己公司的钱。您消消气，陆总可能有他的考虑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啊。
你们呀，你们总是这样，你们以为他是我霍华成的儿子，是公司的继承人，所以对他犯的错误都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。你们这是在害他，是在助纣为虐，你们这是在害艾杰，懂吗？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应该早点跟你汇报。这边请。哟，那不是你的小冤家唐助理吗？他怎么跟陆翔哥哥来吃饭了？这是菜单，拼桌去。哎，先看一下。拼什么桌？看他俩有情有义的腔调，来这么高级的餐厅吃饭，他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约会。约会？看着好好吃啊。可儿，你看看想吃什么？还是你来点吧。现在艾杰是越做越大了，是陆翔功不可没，但是他还用了一些不惜破坏规矩的手段，哼，越来越像他爸爸了。是时候该给他一些警醒了。先这样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我说你倒是吃啊，老看那边干什么？吃。这个送你。哟，开始送礼物了，看来是真的在约会啊。是什么？喜欢吗？很漂亮，但是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能收。你不用紧张，这是客户送给我的，我留着也没用，你拿去。锁项链，不便宜吧？陆翔哥哥，你怎么不送我一条啊？好歹我们也认识十几年了。有什么好稀奇的呀？这个就是条链子。夏淼啊，以前客户送我的东西，我给你的也不少。这条项链，你不觉得更适合可儿吗？看来是挺合适的。我这条也不错吧？小淼，这条项链送给你了。给我？我给你戴上啊。看，这条多合适啊，不比那条冰冷冷的链子好多了，而且上面还有我的体温。你这戴的什么呀，霍斌？你喝多了吧？服务员，有没有眼力劲儿啊？拼桌！不请自来，你也不问问我们愿不愿意？是吗？你们是在约会吗？如果你们真的是在约会的话，我现在就滚蛋。如果是朋友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？人多不更热闹吗？好，一起吃吧。人脸，你如果你喝醉了，就给我闭嘴。哎，可儿，别摘。我觉得这条项链很适合你。是啊，很适合你。
好啊，那我就却之不恭的收下了。收下吧。从坐下来到现在，咱们几个还没碰过杯吧？来，碰一个吧。是啊，咱们干一杯吧，咱们干一杯。干。来，干杯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失手了。好尴尬呀，吃饭也没遇见个粉丝。我看你们都喝酒了，要不然今天我送你们回家吧。陆翔哥哥，钥匙给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今天闹够了没有？什么叫我闹够了没有？你是嫌我打扰你约会了还是怎么着？你要是想约我助理，你就直接约，他不来我帮你约，我扣了奖金。你给我闭嘴。受伤了没？对不起对不起，刚才女司机不小心又把油门当刹车了。你们大家没事吧？没人扶你啊？你真没想到，这么紧张坦克啊，我一试就试出来了。这很不好玩，好不好？你对坦克有什么评价？他呀，挺难搞的吧？反正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员工类型。没了，就这么多。没了呀，你还想听什么？喂，喂，陆翔，你搞什么呀？为什么要跟卓普解约啊？什么解约？我不知道。卓普集团一大早就收到了爱接集团要求解约的合同，我想办法查清楚。董事长，请你过去一趟。跟卓普合作的事情，是不是你提出的反对意见？是的。商务不一直由我说了算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选择商务合作伙伴也要陈助理您插手了？陆总监，我只是按照董事长的意思办事。还真是只听话的狗啊！是不是董事长哪天让你翻别人家的垃圾桶，你也会乖乖去翻呢？陆总监，请你控制一下情绪。我为爱杰任劳任怨，你却搞小动作查我。霍斌整天没个正事干，你连动都不敢动他。陆总监，请你不要难为我们这些下属。你什么身份？你敢瞧不起我？陆翔，你要干什么？
吧。陈助理，你先回去。是。这份跟卓普签的协议，怎么回事？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只是换了合作伙伴。新媒体合作的公司一直是跟瑞博合作，合作了这么多年，没出现什么问题，怎么突然就改签卓普了呢？而且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毫无资历的。爸，卓普是后起之秀。后起之秀。这里面有没有猫腻，就不用我点名了吧。以后要更改合作的公司，最好通过董事会全体通过，明白吗？唐可儿，工作完成的怎么样了？哎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要是你完成了签约没来上班的话，没人能挑你的刺儿，说明你厉害。要是你没完成签约又没来上班的话，那你就无话可说了。你被我猜中了吧？是不是没完成签约？嘿，为什么你没完成任务我心情这么好？我今天的心情都爆表了，爆表了！呜，哇！为什么卓普被排除在艾杰的合作公司之外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最终决定权在霍华城那儿，不在我。这个老狐狸，哎，这不是变相削你的权利吗？他是不是发现卓普是我们在外面开的公司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耍这种手段根本没有用。相信我可以将寂寞驱散，给你最久的陪伴。相信你会懂我有多勇敢，就像迎着风雨飘摇回家的孤帆。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并勾销，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。我还相信爱你是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并勾销，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。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，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并勾销，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